销售应该怎么做？有时候我们做生意哦，做到太久了，麻木，有盲点去啊。因为我们专注在给客户价值嘛，太专注到我们旁边的东西忘记看了啊。你知道吗？一销售不会做，卖了过后没有人做就可怜了。但是你是亲手下手的人，你就不应该卖，因为卖的人很多可以卖，卖了没有人做，你掉手你就流眼泪了。哎，保证你一千了，你留着。这样你有自己本身下手，你就不应该卖。天才不是生出来的，天才是问回来的。当你问到对的问题的时候，你的天才就会出来。我们就要问有什么办法，我不要做销售。可是你问你都不要问的话，答案就不会出来了，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找到那个答案的。就好像一个礼拜做18个小时，因为了那个困境。你没有办法，你就要想创意的方式怎么样去一路复制下去。所以啊，自己做不是不好，自己做就应该讲我怎么样可以啊给 sales 报道啊，我教人家做，叫无形中我的品牌啊可以打名。那你要发达的话怎么样？不要着急，再上多点课，我们的那个潜意识就会上来了。